演的，我们是单元剧，所以我在我们那个单元是叫怒放的山花，我在里面饰演的是一个大学生的扶贫干部。所以我们当时去拍摄这部剧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是有原型的。我跟我们那一单元的导演以及我们的制片，还有原型聊了很久，我们也去山里面去体验了一下生活。真的是非常的辛苦，所以因为我拍这部戏，我记住了两句对我来说印象特别深刻的台词。我觉得有一句台词是说"扶贫先扶志"，然后另一句台词就是说"只要用心灌溉，什么样的石头都能开出花来"。接下来一段时间内有没有其他的作品，各方面的可以跟大家简单的这个预告一下？一号大姐，大概是基本上是什么？你这该死的温柔，让我心在痛，泪在流。就在和你说分手以后，想忘记已不能够。你这该死的温柔，让我心在痛，泪在流。